相公。等一下，如果四分啊，我会临时打断你，展现我的主持功力。然后三点头再还给你。我讲三分钟就停了。不行，我让你接一分钟。打断。你要让我展现我的主持功力，我会打断你，然后三点头你再继续。好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你看我刚刚主持的行云流水。不然我就说你闭嘴。没有，我刚才讲到罗。不可以，相公，你不知道主持人跟来宾是上对下关系吗？上对下。开玩笑的，不要打我。你不要马上说回去嘛，他很凶，东豪哥他很凶哎。可是你这是上对下、啊，你讲的没错啊，本来就是。你要效仿效仿国民党，就是要我应该像汪小林一样，我哪里错了？哪里错了？我哪里错了？坚持下去，你不可以马上就说回去。主持人就是上对下关系，我哪里错了？我哪里错了？对。我还在在哪边？不是啦，你们现在站主持人这边，等一下你们每一个人讲话，我转对头哪里吐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就是。没有，我们只是在站在小玻璃间，只是在开开玩笑而已。你冷静，你生气了，你生气了，只有还要再只有跟乃瑜这样敢这样讲。其实我讲，其实不敢吗？我讲完，其他主持人都不敢。我讲完自己会怕怕的，他们不敢对你这样讲话。上公，那个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会把我拖到旁边揍。好，我拖到。他上你闭嘴，叫你闭嘴，叫你闭嘴。拖到旁边揍干嘛？有病吗？我下礼拜全星期休假好了。哦哟。对对对，因为放完你要学那个今天来宾。休假。